来人生路，西瓜斗阵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今日咱继续来看《龙王闹殿》，计注意大兵啊，攻打一个破七苏苏兵，计注意应用神剑，苏苏兵根本就拍袂赢伊，莫个这个苏苏兵就赢了一个，将计注意拍落尾。那在这个关键的时阵啊，白玉龙替计注意砸了一刀，计注意遭黄德给一击。白玉龙交代赶来的师兄黄家宝，就保护计注意，家己继续去对杀这个苏苏兵。等计注意醒来以后，只看到黄家宝，就问啊，是不是黄家宝救了家己？结果黄家宝竟然讲是。就安尼，计注意将黄家宝当作家己的救命恩人，那将家团的小宝刀送予伊，搁提拔伊啊做一个将军。等待平定叛乱以后，计注意就派黄家宝找到伊的查某囝计玉容，到因家去报信。计玉容看到黄家宝生了一表人才，就想要招伊啊做一个囝婿。伊将黄家宝介绍予家己的查某囝周丽娟。黄家宝甲周丽娟两人一见面，互相啊就看对眼。在黄家宝的甜言蜜语下面，周丽娟竟然答应了黄家宝的求婚，两人阁有了夫妻之实。周丽娟的母亲知影这件代志以后，嘛是无可奈何。安尼，等待周丽娟的是花轿，甲是啥物？精彩好戏，咱继续看落去。
公主印第安米先生，不必和你呀呀大意，多是天天算无马，可怜天天不得含息。来强强同乡里哟，大气彩笔算英雄，可你看中好戏戏，这位驸马你呀多含你。好酒就请，自古有之，你该满意咯。不满意。啊？又无满意？公主你呀，你是为何呢？怎地内心清气呀？哎呀，昆龙啊，难卖东风，路中暑假，公主你给金鸡，驸马也不知在何时，不拖到何年何日啊？言虽如此，可是公主意。
河虎吗？我娘家是天公李振雄，凡事我条请求的两件他。表表表表，龙王凡事回调，国之大献呀！刘总监，何必在？带过传旨，传奉龙王家旨意，定国王李振雄及有关将士。进入迎乐宫见驾，何必两字？传旨，按所有旨，传我娘各旨，天公李振雄及有关将士，进入迎乐宫见驾。两字。龙王到兵判察，办事回调，战绩如何？可接动点招兵，攻自动红胸。万岁，勇士铁塔哇！兵判察，传来龙王献庆之功。刘总监，何必在？吐出金币金腿四袖，何必两字？混龙王，定国王啊！金腿，比心的一剑中，我的红心满火头。段子，我知哦。我个姐姐，伊是金币金腿。
运用王顶国王，金边金腿，我是顶国之宝金鹤，若有不公不法者，林庆善罢休走。李信，李信，你为爱卿，爱家有一事以李庆相依，俺不敌李庆，意下如何？家留李翁名士，贤卿啊！你一招算虎吗？正是。公主要招虎吗？王爷以旨意如何？叶将军，莫非你？不不不，公主那是皇家金鸡玉叶，我将怎敢过盘？嗯，无妨无妨，太老实，来为你一殿。万岁牛牛红布啊牛鬼就问了牛牛天天地中不打牛天在大牛那苦完成就好大天不必牛不下牛我爱鬼哦牛逼逼啊逼啊哦逼哟万岁牛牛天还是哟刁钻虎马逼无畏逼哟定国王所造一将白玉两将军归回妈妈这是一不万岁牛牛欢喜欢喜哟王爷啊哦呀将官难道你欲攀红线吗这是这是皇家公主人民所爱对不想攀望王爷啊待为举荐了自动了不别将官仪表动动公主里啊你的心意如何呢？是好吗？万岁牛牛啊！你心所造为兵凶，操船杀敌来杀将，前世难修难了。一见五将军，这位驸马，恰是希望万岁牛牛断雄，断雄。哎呀，我牛王啊，你呀、啊，何必多此一举呀？哎呀，天国王啊，你是在急什么呀、啊？常言道，
一家的是别家旧，刘公主伊挑选挑选，这岂不是更好吧？哎呀，哎呀，是就是，伟哥，你呀就是伟哥，你就是伟哥，你就是伟哥，你就是伟哥。千万不可互相身体明智来变成时候
我离，驸马何必丢轻易？爷爸，我别多言，我阿弟有事。爷师弟，你有这个吗？天马大宝，快走！呀，李卫将军，比武结束，国王公主接吴家宝为驸马，谢主隆恩，拜见皇庙叫，驸马变身，谢皇庙叫。莫叹气，莫叹气，留给我自由，我丢！上天万岁，六六五，多谢我为胜利，名叫多乐观，自由少的太利，贵掉，家有喜悲，别有两将官，情之四魂，万万岁。督促，国王遵诏，李贤公主召吴家宝为驸马，吉庆的外甥李泽礼官，配以白玉龙为妻，官人督促，李为贤庆为媒，万岁督促喜欢，李贤当殿为媒。太后别见你万分万岁万万岁嘿掉
写了字典，李夫人向你云欢出台，你有钱读一本尊大兵。Oh,
天反对你所爱。天知道，社会跪贴算婆，万万岁！奉天承运，奉德教化，祈福龙王所造，坐稳礼官，为天公平将军为妻，广下子四分，百官为民，明日出教母，莫为点名，水尊所敬。
兵兵兵兵天不杀来天还这是太平天好皇帝要无数万民安官帝人先帝红官天厉害万家欢乐天要开难吴家宝实在也是无应该，已经甲周丽娟有了婚约，那为了判这个高枝，又伫金殿顶面应选驸马，这叫周丽娟要怎样办呢？想要知影接下来剧情的发展，观众朋友会记得明仔日中午的十二。